阵雨后，枝叶间串起许多晶莹的雨珠，可以想见有许多嫩绿的新芽将会因为这一场雨纷纷探出头来。沾染了浮尘的叶片经过一阵刷洗，也回复本来干净的面目，在风中飘然舞动。厚重闷热的空气在一番淋洗后，充满滋润的水汽清新流转。一场时节因缘恰如其分的雨，带来生机一片，也为生活带来舒畅。一场气音机宜的雨下在生命中，则更能滋润生命，让喜乐的芽探出头来，让布满浮尘的心回复清静，也能让清安的心境在生命中流转。我们现在就要恭请师父为我们点灯，满这点师父的祝福，让每一个人的智慧心灯都可以共同来开启。智慧若开，福就到，愿这份的福分，祝福人人平安，社会吉祥，众生都可以入苦得乐。在各地佛陀教育中心发心主办的法会活动现场，常可见到一片流光溢彩，那是点在诸佛前的灯，更是点在众生心中的灯。一盏盏的灯焕发着耀眼炫目的光芒，光光护照重重无尽，犹如一面串联无数宝石的宝网一般庄严摄人。佛陀曾说，这个世界也就如同一张宝网，每个生命都是网上的一部分，每一个事件，每一个心念都彼此互为因缘，真实不虚地互相影响着。佛陀说，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的，一切都是互相有因缘的，互相有关系的，离开条件因缘，一切法不能够单独存在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这个世界本来合为一体啊。所以如果你有开这个大智慧以后啊，你是自己快乐就好了，只要众生都得到快乐，你的内心才有真正的快乐，这才是佛陀真正的生命。所以有这样子缘起无我这种大悲心的人发起的大悲愿呢，他就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了，开始每天忙的啊，分分秒秒啊，拢无用，要安怎来帮助一切一切众生？不是干那接着人哦，不是干那接着动物哦，不是干那接着鬼哦，是一切轮回的有情众生啊，都是他所应该利益的。带着佛菩萨给我们的功德啊，哎呀，来把这个佛号咒语来传给他啊，所以啊，让肯定好过的，希望我们也能够同证如来净法身。放生护身守护生命，也是生命中的一盏灯，这一盏灯不但消融了众生面对杀戮的恐惧，亲手点亮这每一盏灯的人，更是将慈悲的星光在彼此生命中交织成一片吉祥的无量光。所以咱今日啊，奉心而后，喜心而后，这个叫法界缘起力啊，就着咱主妄的这种的清净忍辱，主逼主护菩萨的加持，再加上我们这样利他的这种法界缘起力，希望一切都能够啊净化圆满。
啊，所以希望各位爱提醒这种啊，我们叫普世责任。这个世间，这个世界，任何一个所在所发生的任何一样代志，拢跟咱有关系。这个好跟咱讲的，诸法无我，这个世间无单独存在个体，可能有互相影响、互相有关系的群体。所以呢，简单讲一句啊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这片土地的过客。但是我们大家也同样坐上这一艘生命共同体的船上啊，所以也因为如此，那我都可以改变它，但是我们要尽力的影响自己啊，也影响周遭的啊，让一切的啊冲突啊对立啊赶快过去。遍及海内外的75所佛陀教育中心，坚持救护生命的中华护身协会，倡导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教育可影响人格的中华印经协会，以及广传生命教育的生命电视台，是由海涛法师所领导的佛教置业体系，在佛法的传承中各司其职，依循着海涛法师的指导，向全法界传递离苦得乐的妙法。在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单位、每一位志工，就像一盏盏的灯，点滴汇聚成一道璀璨的灯海，流过人心，希望将光明照耀一切角落。但愿有更多点灯的人加入这个以尊重一切生命为宗旨的生命大道场，让这盏万众一心所点亮的灯为生命加温。今天对婚后的意思是讲，要安怎对待一切有佛性的众生拢爱好。啊，咱看的是佛，还是显露出来佛性？但是一个人、一只家雀、一只狗遐，乃至各位挖咧遐，树啊，甲咱砍掉，安尼砍无厘头。啊，这树啊，嘛是来感恩的对象。将法会活动拉到户外，微风群树为我们渲染出一片祥和喜乐的天地，斑驳的树影护佑着一颗颗虔诚求法的心念，不致被骄阳扰乱，鸟雀自由在天空飞舞，展现了生命自然和乐的气息。这样的一个天然法堂，让人们更能了解万物共生、互为因缘、同生共息的感念。师父以各地的活动巧施无遮的悲心，这样的无遮不仅仅是针对放生的物命给予重生的机缘，同时也是对参与的信众广施欢喜法乐，让生命得以展现清净的风貌。这边的鱼很喜欢吃吐司了啊，那么你的金龟馒头嘛好啊，面包吐司，除了大家的功德，还有自己要发一个慈悲心啊。所以天理佛教我们说空性，这个空性就跟它谈起，佛教不是拿来研究，这空性就是一种感受，原来我的生命跟其他的生命都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原来我的生命存在是依靠其他的生命存在的存在，所以一切生命都做给我的父母感款啊，所以只要有任何的生命在受苦，那么那都是我们的责任啊，个人的责任，所以不管是因为讲，或者是因为听，我们做该做的事情
啊，真侪佛教徒想啊，我来念经回向回就好啊。各位，您即马早起卖食，我直直念嘛咧，看你安怎？啊，无中道个卖食，哎，啊，这个现实问题，这念经是超脱伊个心灵，但是现实的这个肉体问题嘛是来解决啊，所以那么众生就是来吃，所以施食。啊，这功德真要紧，鱼啊啦，乃至鬼道众生哦，脑花都修了啊，看有没有办法，能够布施多少就布施多少，啊，所以要想尽办法去替你关心的人去想啊。处如来，南无东方阿处如来，南无南方波心如来，南无南方波心如来，南无西方阿弥陀如来，南无西方阿弥陀如来，南无八方不空行救如来，南无八方不空行救如来，南无中庸毗卢迦那佛。南无中庸毗卢迦那佛。唵阿訇藏舍。唵阿訇藏舍。阿毗迦兰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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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古林沙美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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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阿夏萨玛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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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唵阿耨多罗娑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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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桶桶的水，在大众齐声诵持佛号经咒声中，赋予了慈悲的生命。这些水不但将用来给予众生祝福，愿他们永离恶道之苦，长生佛法兴盛之处，也在这样的仪式中，在我们的生命装进了有爱关怀的慈悲法水，灌注法身慧命，长养菩提花果。现在众生就是无看到佛像，无听到佛号，无听到佛法，所以形形色色堆落伫恶道内底，所以咱都要创造一面有佛像互因看，有佛号互因听，啊，那就个甲因说法，啊，那么刚才佛菩萨咧甲咱讲，佛菩萨用咒语甲咱讲，咱拢听无，那是佛菩萨的咒语内底就充满了慈悲甲智慧，使咱消无量业障，使咱断烦恼，使咱变财无碍。咱嘛无听，听无伊咧甲咱讲啥物，即内底就力量伫诶。同款，咱即马只要怀着慈悲的心，迄阵就是佛菩萨的心态，就是佛菩萨的力量。各位记住个哦，啊，佛性拢伫咱内底哦。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帮助这个世界。就刚才各位刚刚看到这六汤水，你呢有一个慈悲心，这个喉轮两个符合就义，给他吹一口气。哎，那你就将这个符合就义跟你的主笔心的功力就进入这个水里面了，一个人加持，两个人加持，三个人加持，就不断的帮助他。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说，众生挚爱着生命，诸佛挚爱着众生，能救众生生命，则能成就诸佛心愿。放生是唱诸佛本怀，让佛菩萨的功德得以彰显，也是给众生欢喜，在展生命的羽翼，更改变我们对苦难生命末世的习以为常。当放生悟命，再度展现活泼泼的生命，其实就是滋养您的心灵，充满希望与生机。在多生待业流转的来来去去中，因为无明启动了贪嗔痴等心病，
进而造作了行为语言的过患，常常积累了难以计数的恶因，一旦恶果成熟时，就成了这一期生命中的障碍。这上面写的两行字很好，来，大家一起念下来。有情众生是一群迷惑的演员，重复演出痛苦的轮回悲剧。各位啊，那么是有情众生呢，啊，有情是个众生啊，啊，那么无明啊，无明就是迷惑啊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这种的恩缘啊，不断的在重复这种悲剧的痛苦。所以各位，你去用整个家到里面，你跟他这个想法，我一定要赶紧出去啊。但是呢，赶紧出去不是管理人员的问题，是你若无犯罪啊，你就出去。这个罪就是我们的业障啊，这个业是为咱的无明贪嗔痴造业，咱才叫关在这个生命的大监狱里面。所以咱爱听闻佛法啊，思维佛法，那么咱才有法度有空性的智慧。不然啊，咱即卖将呢痛苦当作快乐啊，哦，我要得到，我要抓到，我要拥有啊，这个叫痛苦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了，所以你就不断的重复轮回。但是希望轮回众生都怎么样啊？再过古为来，我们来念一下来。此生不演轮回戏，要随弥陀成佛去。哎，来，有决心这世人不爱过轮回，请举手。较紧的哦，放下啊。哎，阿拉伯你后世人来过来马肚才大哦，变牛哦，我就变鸵鸟哦。啊，所以那这世人决定不要再轮回了。那么别人不再轮回呢，要赶紧念阿弥陀佛啊，对阿弥陀佛修行一定成佛啊。所以这个修行，各位一定要有一个发起一个真大的处理心，处理轮回决心。但是我看大部分人拢讲咧嘴的，讲咧嘴的，哎呀，我不要轮回，我好苦哦啊，小蛋你过来讲牛排。牛排吃完呢，还得买衣服啊，衣服买完了要烫头发。各位，这个不是在制造轮回的，制造什么呢？啊，虽然出也讲我要念阿弥陀佛，我要往生，但是呢，偏偏呢、啊，内心里面执着的啊，放不下欲望等等啊，一点点这种痛苦啊，所以呢，咱就得放心啊。一直来了解众生轮回苦，但是各位嘛要记得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啊！有时候想一想，这些动物的苦还比我们少一点。动物就是身体的苦，辛苦的感苦，有吃无吃。人呢，除了辛苦的感苦，人够是心性，很微妙的、微细的心事，会想东想西，苦恼想多，烦恼想多，反而啊更痛苦。啊，所以佛陀叫咱啊，心爱保持单纯清净，啊，不要有所执着，啊，免了卖执着呢，你要有空性的智慧，了解真实相，你慢慢就袂执着，啊，不然呢，你得转两头，常常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乃至更加紧的去做慈悲的代志。当然呢，帮助这代众生，包括刚刚各位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，拿着水啊，乃至杨柳枝在那边薄西甘露醉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你最快乐了啊。虽然你头大大，但是你心里面很温暖的啦啊。啊，你若常常去做这种慈悲的代志啊，你的内心慈悲是快速证悟开悟的方式。那个时候啊，一心一意想着众生，想着别人，咱的这个五集烦恼啊，就会减轻，而且咱的业障啊，可会减得更多啊。为了让大众安身